OK， 那我们插上这个神奇酷炫七彩 LED 的硬碟盒之后，我们进到电脑，它找不到我们嘞。OK， 那我们插上这个七彩酷炫硬。OK， 那我们插上我们。OK， 那我们插上这个。OK， 那我们插上这个 ASUS 的七彩酷炫 LED。OK， 那我们插上这个七彩酷炫的哦。OK， 那我们插上这个 ASUS 的七彩酷炫硬碟和 Type C 到 Type C 之后，我们的档案总管找不到这个硬碟，因为我们需要先到我们的磁碟去整理一下我们的硬碟，因为我们的是全新的硬碟，磁碟管理去处理一下这个硬碟。